的 Vuna。 哦，原来你的声音那么热情哦，还是我耳机刚开太大声了，可能耳机小声一点点就听得到你的声音。等一下说尖叫声的时候，真的要有尖叫好不好？练习一下吧，尖叫声。雨伦的嘴巴还是没有打开的意思哈，没关系，我知道。现在天气有点热，看我的汗就知道了，太热了。等一下呢，可能会有一些想你们一起摇摇手啊，拍拍手啊，尖叫声啊，都可以一起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一个人嘛，我今天有带两个好朋友一起从我们从台东上来，很远哦，你不要以为台东来这里很近哦。哦，你们猜几个小时？五个小时。五个，有人说五个，还有嘞，六个。我三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半小时。因为现在有飞机人哈，很方便，真的。而且我们要带这个 keyboard， 不方便坐火车。如果坐火车的话，一直打那个坐在旁边的人，对，他们都会这样。电灯需要吗？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听歌，然后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，可以吗？接下来要来带来这一首来自 S.H.E 序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，叫做《爱存在》，尖叫声。初心再宽容一点，哭过就忘了，别再记着昨天，还是我悲伤。Baby 的动力快，快乐世界打开我心，飞翔的翅膀，要自由，要寻找，一起闪亮，找到开始更大的微笑，找寻不去的依赖。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，这就是爱的奇妙，我愿意。好像不够存在，好，升一个 key 好了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这个好了。爱存在这一刻，爱存在。Yeah.